朋友们好，我是生活不能自理的阿青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两个孩子帮助他妈妈分担一些家务活，一个负责帮我锻炼，一个负责帮他妈妈洗衣服，实在是辛苦两个孩子了。不过这两个孩子知道心疼他的妈妈，非常的懂事，看到我小女儿洗衣服那么熟练的样子，长大了能帮助妈妈了。人家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生在穷家没办法呀。叔叔阿姨们好，爸爸生活不能自理，妈妈平时太忙，星期天我帮妈妈干家务活。都说寒门出贵子，没伞的孩子一直弄里在奔跑，同样年龄的孩子都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。我的孩子这样努力，加油吧我的孩子，未来可期待呀。屏幕前的朋友们，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和鼓励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加个关注，给个强烈，长按三秒钟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，祝你们好人一生平安。好，细胞已经充满了。好了。我还是一样喜欢你，只为你的温柔。这个还挺磨大，嗯，知道吧？有点紧呀。追逐沿途的风景，还带着你的呼吸。